我在想，如果我退休的那一天，你们是否还记得？记不记得我的名都不太重要，重要的是张韶涵是一种精神。张韶涵的精神是千千万万中国人的精神。其实从来没有想过，如果有退休的那一天。我在想，如果我退休的那一天，你们是否还记得？让我说一下嘛，你们是否还会记得有一名歌手唱过《隐形的翅膀》《有形的翅膀》《遗失的美好》《我的最爱》记不记得我的名都不太重要，重要的是张韶涵是一种精神。张韶涵的精神是千千万万中国人的精神。过去下